個部會建議大家規劃一個時間表啦，聽音樂，因為咧聽音樂可以令你自己放鬆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初一正班的陳卓南，我很榮幸可以拍到這個節目。我認為如果你想好像我們這班學霸一樣讀書那麼好，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學習方法。溫習的時候你就一定要不要只是望書跟著在那裡死背，你更加去畫一個圖表去分析自己學到的東西，這樣你就會記得更牢固。只要老師佈置的預習你就要跟著他去做，不要只是留住在家裡就無所事事地在打機，這樣你只會令到你記不住的東西。我分享就到這裡，多謝大家。咁大家喺預習嘅時候咧，就可以 mark 低一啲自己唔明或者唔識嘅地方啦。咁喺第二日翻學嘅時候，當老師講到你唔識嘅地方嘅時候，你就可以 mark 翻低。咁等自己喺測驗或者要温習嘅時候都可以温翻啦。或者你可以喺落堂嘅時候再問翻老師，咁樣亦都係一個很好嘅預習方法。